很多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他们还挺笨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的时候就可能他们哪怕为了一个可以看见我唱一首歌两首歌的一个现场，他们会在下面，可能大冬天的要在下面站四五个小时，我会很心疼他们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你看最近还挺笨的人就那么傻傻。我们现场准备开始，来，大家把手机都收一下，水银收一下。我们我了，你会不会把刀吧？